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台湾防疫的成果受到肯定。美国权威的商业杂志《富比士》报道，世界各国抗疫有杰出表现的女性的领导者，咱的总统蔡英文是其中一个。这个《富比士》俄罗斯蔡总统防疫上早上明快。外交部开例行记者会，针对蔡总统登上《富比士》杂志有上新的回应。蔡总统的相片放在正中央，甲其他国家的领袖做会，即包括德国总理梅克尔等等其他六国的领袖在内。蔡总统嘛，和《富比士》杂志俄罗讲，防疫能力是上早上明快。针对这款的俄罗，外交部讲，我们当然是乐见我们的总统登上了这个《富比士》，而且受到非常高的这个赞扬跟肯定。另外，真侪网友关心的，新加坡总理夫人何晶昨日面前顶面有修改感谢台湾，外交部嘛有话要讲，提醒个人。我呢也会基于这个深厚的友谊的考量，以及长期的友好关系，我们会在持续的深化彼此的一个合作。外交部也呼吁国人，我们要珍惜台湾跟新加坡，我们已经建立了长年来得来不易的一个友谊。外交部嘛公布第二波关键最暗的名单，欧洲的部分会提供予八欧盟的会员国130万片，再加上新南向的国家，总共有600万片。